在今仔日立法院议会一开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所有官员甲立委起立，替将不幸来罹难的 F 五 E 的飞官来表哀一分钟。啊，外界有哪关心苏贞昌怎带头来助这疫苗到安那里？苏贞昌强调讲，伊的身体状况真好，有哪批评讲有质疑伊在做假助假社的人，卖凊彩乌白呛水。保护我们国土空域安全的飞官啊，失事的还有失踪的，我们是不是全体起立？我们默祷一分钟，默祷默哀一分钟，可以吗？不会，官员，我们大家起立哈。好，默祷开始哈。好，默哀一分钟开始。二三立法院议会一开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领所有官员甲立委隆重站起来，为罹难失事的 F 五一战斗机军官默哀一分钟。立委建议 F 五一战机应该即日起随停飞。另外，苏贞昌罹难，首先注第一剂新冠疫苗全台第一针，注完了后第一天就到立法院避询，身体状况真好。也不过因为注的过程无公开，被外界质疑作假，苏贞昌回应，希望台湾往正面发展，唔通随意尝试。好，我很诚意勇敢的率先施打疫苗，你可以因为各种理由质疑尝试，有那么多的医生护士跟我一起作假，那这样以后谁还敢看病？看起来是有打了，我倒不认为他是作假了，应该不会作假，他不知道在担心什么哦，所以他事先等于是预录节目一样的哦。那也立委表示无怀疑，所以就该注射，也不过注疫苗未明技术有误漏。苏贞昌表示，疫苗争取无简单，伊答应率先来注射，也是安定民心、鼓励大家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